换你啦，来跟前排，阿姨陪啦，阿姐有哦，啊，开始啦，来过来，别鬼包嘛，过来别鬼包啦，无我甲他好开啦吼，阿太简单对，来一百块来过来，一百块，我包过来，真正好吃，来再吃来一百块，五个人过来，一包拢卖五个人过来啊，卖较紧的来过来，一百块过来。来休息，真的好吃，我们这的贡丸真的好吃。来一百块六了吗？一百六。五个。五个了吗？哎，今天安娜住的好吃呢。六个。我那个贡丸，安娜住的好吃，对哈。来一百，安娜卖掉哈，会有人哦。好的，谢谢。来六个。五加一。来虾啊，来虾啊，要吃海带，真正甜的。唔捌食过，今日恁试食，唔免三百五百，即下买就两百块了，两百块来，哦，还搭配番薯，恁等下久，来两百了，要五分哦，真假？假，还是要五十分？来，两百了，遐两百块。哦，你看，过来帅哥，我即厝衫成过啊，你看，嘿，来，哦，我身材成过啊，你即厝衫也漂亮。来两百块，我来买啊。阿伯，五百就谁的？阿伯。嘿啦，无人以前就是要让你跳小位的啦。五个。嘿啦，来，拢买了未？虾啊？五个。五个哦。总共才到二十几位，怎啊五个是？大家拢买了啦。五个买了得来五个，这是四不一。嘿来。来啊，小香肠阿姨陪他抓过来。来，有吃过我们家的脆皮小香肠的，请记住自己买什么哈。我袂做小代志，我后壁帮咱搬起来。哦，安尼我来咱继续，你台下底商品，哦，啊恁家己记好，我家己买啥嘿。啊，无我得要再调录音机吼，做麻烦。哦，来，有要吃小香肠，脆皮小香肠，四个客人啊，好吃，真正袂歹呢。你皮真正 Q 的，真正脆来，免买两百啊，一个十五条哩，百五、一百块都一百块来，脆皮小香肠，超级好吃的来，一百块来。这情况嘛，蛤蟆多一点，你不要我猜。来，小香肠几把？来，大哥来，谢谢。来，哇哦，小香肠都买到了哦。来，好不要，哎，帅哥别弄回来。还有七个，最后三个小香肠一百块，来，我的红柱来了，红柱中午不错的啊。小香肠还有一包在哪里？啊，那个牛二两鸡腿是有的，还没有的。好吃。有人收呢？收啊！你收来对呢？对啊，收来对。你收来对够无啊？啊，你不要讲出轨，莫互伊脱去哦。来来来来，啊，整个有空位的收啊。八个。整个。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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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吗？最后一个了。最后一位哦，小香肠真的好吃哦。最后一个了，有啦，提醒我一下，我忙了几啦，忙了几啦，啊，你别再记了，靠可怜你，我是你。这个，来小香肠啊，妹妹最了解，一人有两个小香肠包，金巴春节啊，关啦，我才多休息的多，来，你好啊，来十个来。全部来一杯两百块来吃啦，番薯你等下不？我那一杯真的都高诶，多起啊，真的很厚，而且没有吃。我要不吃一杯来给你两包啊？这边我要不吃一杯包？一个人吃饱，我一个特别一个人，你叫咩？来，拢我你来吃啊，阿哥来吃啊，哦，看看啊，还是你挂黄的嘞，挂黄的发了。来一回来，过人啦，过人，别赛啦，过人，我爱做起波起价还是过人。来，小花出来免三百，这嘛是很顶不落人啊！收耳机，叉叉的叉叉的，收耳机咪来要吃三百，两百的，两百块来小花出，两百块来新秋绝对的，收耳机，好啥？我见啦，我先买一半啦，来回去两百的，拢不嘞啊？拢不嘞，拢不嘞，拢不嘞啊？两百块的，阿姨在遐管尔，你是要叫伊话管呐？我先吃啊，都爱把你喂奶呢，我紧啊。两个。伊可能买了咧食抽管的款。三个。伊说无食抽管的。三个。
很贵很贵，小飞机啊，三个，三个呀，来200块，这个话我都卖小飞机，不爱想小飞机了吧？没钱可买了，对，小飞机，不贵，而且价格不贵啊，谢谢谢谢。拜拜，好了拜拜。来200块，贵了贵啊，给你。三个，200的。哇，三个妹啊。是的。安尼好，来个饼皮来，来今年200，这饼好嘞啊！别看今年好少的，基本都能吃，也变了，变光结结了。来200块来少的，今年200，都有人爱卖无？哎，阿着买着，紧赚钱啊！好，我200，我全不接收这个。哪来哦？我今年欢喜得了。是的。大家高兴就好了，今天的桌子就是这样，大家欢喜的。真甜啊！这飞机叉卡真正甜啊！就来你买袂啊？飞机啊，你有买袂啊？有啊，袂切啊！对嘞。无人接啊。无啊，无，叫你买车，你搞个股。无啊。你等于傻傻叉叉，你要请啊？那3万你先给用啊！我早扣掉3万。大哥。我。你较大张诶啊！哎呀。3万啊？什么300诶？五个五个。我看你无气气，你退出来，我来尽量把你买，我再回家了。干嘛的？我来催啊，是吧？来，进来，飞机200块，来进，200块，200的，五个吗？五个。来，200块，哎，还准备飞机啊？去哪里？那我飞啊。了了了，那飞机真水着，无半呀，无啊五个人买尔。这天了应该变了无？没有。飞机落了对吧？哦，蛮吃脆。来两班咯。六个。上班。就是等我这个动作哦，外公以后你免等啊，有话说我就无话说，你免等你吼，一定要叫一定要慢慢过来。200块。八个。你就会记得我今天这个行情绝对都不要少的。来200块，几个啊？对。这10个人给你呢？最后两个。还剩2个人给你回去。炒饭啊，炒面啦。最后一个。哎呀，出门买单当然买啊嘞。哎，啊，这只好睇。几多个？这只好睇，你牙打对打打就会使。来，拜拜。打对有无？位置。来，最后两个。位置边呢？这个船啊，先甲边起。哦，这个船啊，先甲边起。哦，阿你闹个加对半，哦，阿个你要吃活动就开始加，阿开始炒饭、炒面拢会再去吃对啊，好样。真系啦，好啦，来200块来包饼、包饼，到时哦，先包回去俾你200。来，来谁的先拿？来，包饼、包饼来。先拿，先拿。来，谁的先拿？哦，这个我拿先包饼。来，胖哥就聊了，胖哥，胖哥的邻居，来后面的，大哥，来谢谢，那个墙壁哥，墙壁旁边，架子上面的，哎，架子上面，对，来接下，来逛完了，来，来逛完过来上面啦，谢谢大哥，来逛完。来，今晚上有要来看嘿，有要看完的什么人？来，小姐来，谢谢。来，啊，这个是虾子吗？好，香肠，啊，这是虾子。香肠，香肠，我的真啊，这行啊，来问你。虾子哦。好大个，好厉害。来黑。来我来黑啊来。等一下啦，你们来，来来这边，让他入境一下。他不能进去，没关系啦哈。好了，谢谢你们啦，我们线上见，大哥，谢谢啊，哥哥，拜拜拜拜。还有空常来啦，这里很好玩的呢。哦，来，还有空来这里上。哦，请你一人，这线上。你看，我说不行，我金米花啦，好看的呀。我要吃金米花，来10个客人哦。来，姐，咱去求来200。没200，我讲今天这个米价你买外口贵，啊，但是哦，我吼我存一箱尔，我也免大家计较。
不要买到200啦齁，你们人多你要买两份三份 OK， 我没有意见，可是动作要快，我要两包而已，十个人要吃两包，我卖到两千太贵，卖你100块、1500也不俗，有要吃100块来，100块来吃米花100块，这我想吃的东西呢，吃米花不便宜呢，我100块下让你们试吃的，赶快来吃吧，这礼拜真的要真正好吃，你煮你煮会有吃米花100块，两份，两份好，谢谢你。来100块，好嘞，个人无买到吃米花无，来谢谢你，再本先找你。来100块，来给了剩三个人，给了吃米花100块，吃米花拢买了没？最后三位啦，吃米花，公主你有买无啦？就好吃真正啊，我买一片。来100块哈，这么贵哦，不贵哦，有贵叫人做给。呀，来10个客人，那7个来。哎、欸，阿爸，这有车啊，超着的啊，这根本无货啊呢。来，铁路出牌200，2个人给你。OK， 来6个。要死我，来7个，来8个，200呢，来9个。来，恁两个要不要来到10个来？200了，200张，铁路出牌，200块，通通有了哈。那我就说起来。最后一次试吃，因为以后可能没有卖香鱼，可能没有卖进出铁路猪排啊，哦，因为阿哥你们猜啊，来五位姐700块的铁路猪排试吃哦，最后这个试吃好吃，下次要买那个更大块的了，来700块来，然后2块4折吧，2块8折吧，3块8二啊，4块2啦，来赶快5块来700的，来，好啊，安尼试啊。三个啊，两个，啊你两个，来1800来，来最后一个了，铁路猪排。对啊，进来。来那个。朱姐你好。来3个来1800，来大哥来，先这路啊，这边1800好。来香鱼来，啊虾啊吼，虾啊别别钓吼，啊这香鱼啥包鱼哦，好两块挂好贵了，别别啊蒜里个可以炒蒜里。我好快去嘛，伊啊伊啊炒完啦，是讲要叫伊买些炖蒜里个。啊，香鱼500块的，哇，又有香鱼专家，上盘看香鱼，还有包啊，秋姐，秋姐啊，来包个，反正都袂秋姐，恁这拢袂烦恼，一钱就是安尼开啦，就咧开钱，你叫你开，我带你看，哎呦，真好耍，真好耍，有啊，一看啊，只，不是我看你哦。你蛮做黑啊嘞！咱讲真个，你三块钱也了钱啊！哦，啊，请出面老伙啦，请其他吃，哦，啊，无其他伊今日搞两下，哦，因为伊食好食，你以后食来，所以你来较吃便宜。来，有要吃蒜鱼来，挪威的青鱼片哦，来黑啊，三块好了哦，咱都不玩哦。来，要吃蒜鱼的500了，好多啊！哇塞哈，那几块蒜你看到几点了？只有一块，这是它的下巴，前面这里这是鳕鱼的头，蒜也逃不到。哦，啊下巴几点吧？出来就中块啊，几点吧？比中块过来有，来有要吃来500好来的，500块蒜你500，有人跟住哦。500。想要吃蒜你的无？来300了，免500，来先叫姐妹来300块，300，蒜你300，蒜你300，有人跟住未啊？蒜你啊？还没人跟住啊？啊好。你唔免出，唔免剩啊！直接给叫伊，来300了。这钱大块，今天头都真水，超大块的，来一个杯子。200块来，搁底下300嘞，来200块得了，你大家买就对啦，你较紧啦。来200了，收钱去收钱来去嘞，来200了，算你200块来。200块。来啦，真正你真欢喜嘞。哪位我听无？来，今天来200的，200块来，200块来，拢装备了呗。哎，叫哪里来啊？蒜鱼，这价蒜鱼哦。来，200块来，200块蒜鱼。200拢有啊，蒜鱼啊。来，阿得看到，今天来200块，这下要招人哦。来，今天蒜鱼200块的，200块来蒜鱼200，蒜鱼一箱都吹出来啊。来200块来，200块来，给你。
来两百六百个，弄过两片鳕鱼，有几个买啊？我叫两个。我是哪几个？来两百，拢有咩啊？有咩出来个就这啊？阿个啥？了解这啊？两个人三，谢谢你啊！那对不对啊？哪个纠结不好出来？两百块来，两百块再买一个，又说好来，帅哥谢谢你，带罐出来也痛苦。来，叫你五个搞处理你，因为吼，出来已经看足久啊，拢无人要插话，叫你五个搞汤面，感谢你，去换我了了。了了了，蛤蟆呢？吼，要吃蛤蟆。哎呦，我当初我今仔无炸蛤蟆，现在到不然要炒蛤蟆呢。对啊，蛤蟆我来卖啊，咱生意无好嘛。有要甩鱼哦？有要甩鱼哦？我都在你边叫啊，但是你要买哈。你要买哦，一盘你要谈过，一边个了，一只来七八六。有买两百来，交了啊，无买安怎？不要再过哦。来一百六算你，来不交买两百哦，再过五六。你可以放盘子上面，没关系啊，不要再退了，先站在那边消费一下，开干开起来，那么三百五啊，再过。来回来，阿妈先过了，阿妈就给人去单了，阿妈开一百咩啦哈？不要买一百，拢走啊！吼，来五十本，五十块来，我到蛤蟆钱大了，来个，我就好不容易钱哦，多少钱？要吃蛤蟆，吃蛤蟆个，蛤蟆安怎做的？下下来来五十，五十，我决定买好五十啦，对吧？谢谢啊，帅哥，你会当买两份啊，买三份啊 ，OK， 不差你买，有要吃蛤蟆，你等钱来二十块的，二十块来。实在袂使创这二十个，大家拢习惯。来二十块蛤蟆要吃，他咩啊？来二十个，二十块来蛤蟆。我们蛤蟆是活的呢，不是死的呢。来二十拢有啊哈。真正要吃他咩？真正要吃他咩？我无要叫你，伊二十块哦，绝对是爱比了比五十个多。来，二十拢有啊哈。来五十个拢走啦哈。好来，来二十块来，活的都不好亏。干杯啊！干杯！干杯！来一百呢？不红嘞！有个。有个。来，蛤蟆九个，来一个包三粒来呐，加拢五个呐，差不多啦，就三粒。九个。哎，喝真少，还是干杯哦。来，要吃虾的三八八呐。而且虾真正甜的，有吃过的就不用介绍了，没有吃过的买一份试试看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虾先的海贝两百的，虾两百，我吃饭啊我，这虾二十外个人客，哎，即卖吼俺鱼六六，是拢毋捌吃过啦，结婚啊，这虾我看三百的多好卖，我是讲我唔捌吃过，卖两百块我拢亲吃，来两百块来，每礼拜来礼拜扫来，要白糖比较好来，今日要吃两百来，过得啊？两个三个尔，要啦，安尼揢钱较紧哩，来后壁小姐要来，要啦，啊唔免去关开啊，你要走较关走倒啦，要啦，啊今天开始吼，放伊啊，啊揢钱较认真揢啦，啊揢钱啊问几波，钱互我倒啦，要问看存款是偌济，啊就买两百块，拢无咧问偌济啊，无咧问尔，阿妈问过，我看你定咧问我，来做人情吗？小香肠来，直接来，来公子来，来小香肠，脆皮小香肠，真正好食。来多少位来？小香肠。来，今年小香肠来，来再来。小香肠香，小香肠分一个，两百，无啊，真正拢无啊，脆皮小香肠，一百块来。一块要怎样？
来，坐下来，我坐下来，坐下来，来，来，小姐200块来，我要干杯，上面来。小姐，好，小姐哦，不免看，你绝对会得，你自己穿好，因为穿起来呢，你无买就无啊。好，再倒的。来，你先来，进来，你是哪股啊？有吗？有。来，我再借来200块的。大哥，你过来哦。有啦，你回来我唔敢卖你，我可能卖两箱的呀，剩一箱。来，有要食虾卷的200斤的，手工虾卷啊，来5条，来6条、7条、8条、9条，来10条200块，11条200，12条。